诸位，自古以来皇帝死在这一关的看有多少人啊。有一个居士啊，年轻人，他说师父，我这个意识很重啊，他的动念怎么办呢？ 有时候半夜睡不着啊，还去找对象啊，花钱啊，他很老实啊，他说我这个没有办法，哦，实在太难啊。我就跟他讲，你回去啊，洗冷水澡啊。我就叫他洗冷水澡啊。后来经过了半年，我说那你情况怎么样，要改善吗？啊，哎，叔啊，你跟我一天洗七拜不好，嘛是不好啊。我说那就这样，那你每天的白天跑五千公尺，啊，慢跑，跑五千公尺，哎，然后过午不食啊，晚上很饿的时候吃一点点就好，哎，再经过半年，他说，哎，师父有效，哎，有效了，禅师讲，那每天呢慢跑的走五千公尺啊，慢跑类似走快一点呐，啊，降低啊，然后就我说你要正当的娱乐，也就比如说爬山呐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哦，还有啊，找这个善知识啊，聊聊啊，同参道友啊，所看的啊，要健康，知道吗？他说好，啊，试试。哎，后来他就真的啊，这个意念就慢慢淡薄了，收到了效果啊。我就叫他每天呢跑五千公尺。第二，因为他是年轻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年轻人的第二个啊，就是过午不食。哎，他真的收到效果了，他收到效果了啊。有一个老的啊，有个年轻人在家人问那老的说，哎，阿伯啊，哎，那阿伯说菩萨这样，啊，阿伯，我这关东西我这个欲望来了，控制不住啊，你告诉我，你70岁了，你说菩萨这样，你告诉我啊，你怎么样去降服这个欲望啊啊。那个阿伯就跟他讲，我嘛都在想办法，我正在想办法，七十才开始要想办法啊！我正在想办法要降服他，其实简单讲，阿伯也没办法，好，哦，伊就无走五千公尺了哈，哦。但是叫阿公阿嬷拢走五千公尺，大家拢不被破烂，那个也不能用这种年轻人的方式哈，哦，所以。这关啊，看开的人很容易啊，但是看不开的人他就会很难。这关变成两极化，天界来的，结婚以后，他先生要碰他，他都不要给他碰，他对这个欲望很淡薄的啊，不是性能感哦，对不对啊？他孩子也生了，他对这个很淡薄，他是天界来的。天界来的对这个就很淡薄这个东西啊，但是如果是啊这个业障重的人，那就会很重视这个，所以这个变成两极化，有的人对这个非常没兴趣，有的人对这个就非常的执着啊，那就看你宿世是什么因缘再来的啊。那么今天今生今世，我们一定要有健康的正确的观念啊，看开了就是一堆骨灰，跑不掉的啊，看不开其实是你的妄想。